算是每一个动作要有停顿啊，不能一直动不停的。那就是摄影师太烂了、啊，他没有抓到瞬间。好了，我要拍照了。那个是 model 没有专业，那没有那个。就停顿大概一两秒，然后才换下一个。没有，你要摄影师跟模特沟通。